哎，是不是都在等我的开场白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没有开场白。玩家如往常一样，自己开了一局无魔组单人生存。他目前所在的位置四面环山，左前方山腰上还有一只可爱的灰太狼。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，请动动你牛气的小手，长按屏幕中的点赞按钮三秒钟。走着走着，突然一座由铁块、原石搭建的铁轨映入玩家的眼帘。以玩家多年的 MC 经验来看，这不像是自然生成的。那么矿车呢？光有铁轨没有矿车，玩家决定顺着铁轨看看有没有矿车。一路上他顺着铁轨向前走，玩家来到了一片建筑群，看这些建筑的风格有一种魔幻的感觉。随即他又在左前方发现了大量的储存箱，但是走近后玩家挨个打开箱子，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接着他又进入到了一旁的房屋内，一番搜寻后也一无所获。出来后玩家继续顺着道路往前走，随即一片高高的城墙出现在玩家的屏幕，而城墙内隐约可以看到有更大的建筑。此时的玩家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进入到城墙内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。进来后发现前方是一座城堡，玩家顿感非常熟悉，这不就是哈利波特中的霍格沃兹城堡吗？随后玩家又在附近的露天木屋中收集到了诡异菌和飞鸿菌。正常情况下，这些东西不应该生成在下界吗？怎么会在主世界发现？这有点匪夷所思了。玩家没有顾得想太多，他继续朝着城堡靠近。很快他便在地上发现散落的各种生物掉落物，这有些奇怪，难道在他来之前已经有人来过这儿了？玩家头上顶着大大的疑惑走进了城堡内，刚进去回头看向外面时，天色就突然变成了黑夜，并且下起了大雨，这无疑给玩家内心又增加了一丝不安。玩家继续朝着城堡内探索，通过观察内部的结构，玩家更确定这就是霍格沃兹城堡，简直是一比一还原。这又会是哪位甘地的杰作？玩家在城堡内转了好长时间，都没有发现有人在这儿，并且这里屋子内的箱子里都是空的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觉得自己超级牛的，请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保护一下屏幕。玩家顺着楼梯一直朝上走去，很快他便来到了最顶部的阁楼。这里的环境有些阴暗，玩家试图在这里寻找有没有箱子。突然前方的盔甲架旁传来了奇怪的声响，拉近视角可以看到那有一个物体，通过微弱的光亮，玩家可以判断出这个物体像是 MC 的一种生物。接着这个物体便跑了过来，玩家慌乱中从阁楼坠了下去，嗝屁了。好了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评论转发加收藏的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，麻烦这次一定好吗？